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我同大家喺畫畫之前咧，都會傾下偈嘅。咁傾啲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我發現近來咧多咗人睇我嘅片啦，多咗少少啦。咁咧好多人留言或者同我講咧，有一啲畫係其實真係畫唔到喎。有些位置是卡住了，那怎麼辦呢？就源於是大家那個水彩基礎不夠，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，就會很難繼續去畫不同的作品。那所以今次這段片是課新手的，我會由基礎開始去教大家一些、水彩的基礎技法啦，這樣看看、我將要畫的三張小畫是什麼。那第一張大家看看，就是這個啦。咁你見到咧，你見到這個咧就係、是、黃色嘅平頭髮啦。咁嗱，你唔好笑啊，即係你會哇咁妖教。其實好多人都會有問題喎，哇咁平嘅平頭嘅嘢，就係譬如出咗界啦，或者你想要深啲嘅黃或者淺啲嘅黃，但係你又溝唔到啦，或者係會有水漬，都係重開太多次啦，咁會有呢啲問題。咁去到下面啊。咁難度唔係話好高，不過咧，我發現好多人做係真嘅，即係真心講。點解咧？就係、是你見到依個黃同埋黃加朱紅啦，有兩個顏色啦。咁當然係想睇到兩個顏色啦，主要就係一個自然角色。咁我發現好多人咧係覺得又圓，佢覺得啱，咁就行開咯喎。翻轉頭發現咧，成夾變曬朱紅，點解會咁咧？主要係因為嗰、那個你未乾咧，個水分喺度流動緊啦。咁、那個朱紅去到最後遮曬紅色，而你不自知咯。咁我都會俾貼士大家，之後就知道佢點樣可以兩個顏色都係得啦。咁去到第二張咧，就有幾個色啦，你見到。咁有藍色、紫色同埋黑色啦。咁難度唔係好高，不過咧就要留意嗰個顏色嘅擺位啊，由淺至深啦，同埋咧嗰個面積大咗咧，喺水彩嚟講咧，你嗰個 double 嘅 size 咧，通常你嘅難度係唔止 double 咯，會再多啲咯。咁所以咧就要兼顧嗰個水分，同埋要溝定顏色。咁一陣間我都會一路話呢個同大家講嘅。去到最後啦。當然啦，都要有幅畫俾大家帶翻去嘅，就係呢一張。咁嗱，呢張畫其實我覺得一定陌生咯，即係我自己都喺網上見到好多類似，可能你直情有臨摹過添，都唔出奇。咁點解要特別講呢一張咧？因為嗱，首先字面你未必安全咁做到啊。嚇，咁呢個 video 就係為咗令你可以練熟啲字面，亦都衍生第二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很多人由這個位置是不夠深色的，他不斷地撩不斷地撩都沒有幫助，不單止沒有深度，還有一大大。那一會兒我會教大家，當你說淺色了，你怎樣安全地沒有水漬去加深去呢？那一會兒這段片呢，大家不要錯過。首先呢，我就會用 HB 的鉛筆咧，去起咗兩個方形先。咁咧，我會攞皺紋膠紙咧，去坐高幅畫嘅。咁就等佢上面咧傾斜少少啦。咁跟住我就會溝顏色。你見到咧，我就會溝得濃一啲，由上面開始遊落去咁樣嘅。咁大家留意咧，每次你點顏色咧，都唔好無啦點上落，你就係純粹平咗一個顏色喺上面。做完咧就唔好翻轉頭啦，跟住咧我會做漸變色啦，由黃色開始，我要溝翻濃啲嘅。咁由於咧我坐高咗幅畫咧，啲水就會向下流噶啦，咁就冇咁容易有水漬。之後抹筆咧攞個好濃嘅黃加朱紅啦，咁咧遊完之後又唔好翻筆，咁就完成啦。跟住第二張咧，你見我溝所需嘅顏色啦，就會溝得濃啲嘅。之後咧就洗乾淨支筆。落咗清水先，之後咧又再抹筆攞個藍色，咁咧之後再做紫色咧，又係要抹筆嘅喎，將啲藍色引乾去再做紫色，之後再抹筆做黑色，
咁咧由最左去到最右啦，總之喺你個範圍裏邊啦。咁去到最底咧，如果個黑色係唔夠深嘅話咧，你可以直接喺呢個盒顏色嗰個水彩磚嗰度攞個黑色嚟咧，咁佢就會夠深色噶啦。最後一張咧，我就會畫一張星空。是黑白色的，咁所以咧，我會落咗清水先，就係最淺色嘅地方啦。之後咧就會落黑色，咁佢會同啲水撈撈嘅，咁可以撈多幾下咧，佢就會淺色啲。咁之後咧，慢慢一路深落去，咁咧就如果你想去深啲，你就抹筆先染顏色咯。去到最後咧，就應該係最深色最黑嘅。但係你留意我畫完之後咧，乾咗咧係唔夠深色嘅喎，咁咧我會再做多一次。不想等那麼久就可以用風筒離遠地吹乾它先，跟住我會轉平頭的筆的，咁咧首先落咗清水先，你不需要加深的地方就落清水，之後咧你覺得個黑色唔夠深咧，就再落黑色，就水跟住薄住深的黑色，濃的黑色再做多一次，係成張紙咧由頭再做多一次，就不會有水跡噶啦。跟住咧，我就會攞廣告彩咧去做啲星鏽嘅。咁今次咧會用一個小工具，就是、一支牙刷。咁咧將啲廣告彩加少少水落牙刷度，再彈落幅畫度咧，做一個星鏽嘅效果。咁當然啦，用牙刷加咧個星咧就會太過幼細。如果你想做啲大細不一嘅咧，就可以攞有嘅尼龍筆咧去自己畫翻，譬如好似流星啦，或者大大細細嘅星鏽。做完白色之后咧，我就会用黑色做剪影嘅，都系继续系水彩，只不过咧我哋沟到好浓，攞支最幼细嘅尼龙笔啦，咁咧就去做翻啲自然啲嘅圣诞树剪影啦。咁其实咧形状咧最紧要大概嘅造型似一棵圣诞树，就唔使话逐块叶咁去做嘅，最紧要系似就可以。